赵瑶柯在《终极三国2017》中饰演貂蝉这个角色。貂蝉是一个非常善良、细心并且有爱心的女生。因为貂蝉她本身是一个孤儿，然后从小被王允校长领养之后，又被继母天天在家里欺压，所以说她自己是一个非常缺爱的一个女生，内心底啦。然后，所以她长大之后呢，就希望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去关照，然后帮助同样是作为孤儿的一些小朋友。对我自己来说，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应该是去监狱给关羽探监的那一次，因为这是我拍戏到现在第一次拍哭戏，所以说，当时我真的非常的紧张。然后上戏的时候呢，令我非常意外的是，关羽他自己也哭出来了，在跟我对戏的时候，我觉得对手的情绪能够对我的帮助真的非常的大。然后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敬业，因为这场戏他是不需要哭的，需要哭的那个人是我，结果他当时比我哭的还厉害，让我真的非常感谢他。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地方就是，最开始我并不是特别会拍哭戏，但是有一场我在医院里在病床前面的哭戏，当时拍完那场哭戏过后呢，我听现场的工作人员讲说，导演也在我们前面跟着一起哭了。我当时听到这句话，第一个反应就是震惊，然后接着就是非常的窃喜，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演员来讲，最成功最自豪的事情，那就是把自己的情绪感染给了观众。因为我私下呢，有很多剧组的工作人员跟我讲说，他们对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，就是我吃了华佗发明的某一种药以后呢，然后性情大变，然后整个变得非常的泼辣。你们想看一下吗？不给你们看了，到时候再看。脸很大。大家都知道那哥在剧中饰演了十多个角色，但是你没有想过貂蝉他在剧中不仅饰演了貂蝉这一个人的角色吗？他还同时饰演了三四个不一样的角色。具体是哪三四个不一样的角色呢？请在今年的暑假在优酷网和我一起守候终极三国2017哦，到时候见。这世界很酷。